在下和上帝的保守里，因出息了。但也就是这天，让四位好朋友的心紧紧地串在了一起，开启了他们人生的旅程。这天，这四位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抱着他们的孩子来到了他们住家附近的公园。他女友的眼泪
就讲，啊，当然会引起副作用，一寡会吃无好个副作用吼，有甚至伊较需要啊来开刀，吼，啊，伫迄个中间，妈妈伊个心情无好，啊，着有一天我下伊就不小心话，着来甲妈妈讲，讲啊无，我上个教会。爸爸妈妈就是母亲，是我是第二代。
的信仰的时候，你才真正发现讲，哎，我的信仰，我对我的信仰，甲上帝关系是，是有真正的关系啊。啊，所以迄个时阵，有一个可能就是讲，会使讲是信心的感动啊。我知影讲，哎，我的信仰是，会使搁有迄个感动的信仰，你甲伊建立者，上帝我家己真正是甲上帝的信仰，这个信仰才是真正我的。对个时阵就来更新。当我真正改变的时阵哦，一个人若真正改变的时阵，伫你的心灵的内面，你会有一种较无的心，你会一种较无的心，啊会感觉我家己的有够大，啊会感觉家己的软弱，啊所以你会去较无去追求，把你的信仰更加放心，啊去较无去较上帝中间，要安怎来较上帝中间更加密切，啊真正。有去关心你，讲讲用心灵、用真心来敬拜的信仰。所以上有一个真大个感觉是讲，是我家己感觉，你就是讲一个人伊的信仰若改变起来，伊就会家己知影讲家己内面当中的所在。所以，就以前传统的信仰啦，就是感觉来教会就是一个模样。啊，即摆在教堂的生活就是一个模样，就安尼比赛咯。啊，所以。你若有真正改变是，你就会爱你来讲，爱你要求家己讲，无论是教会，无论是生活，无论是啥物所在，你的信用，你的所在拢在有一个信用的核心，安尼才使。所以有迄、那个有迄个感动的时阵，安尼就家己改变，爱去去调整家己吼，合住这个真正的信用。哇哦，好神奇呀、啊！是啊，这位上帝真是太神奇了耶！哎，有机会我想去教会看看。我知道了，就在半年、一年、两年的跑路面前了。但是这时是你突然想到自己公司那边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的。哎，不好意思，我又想到我们刚才开会啊，主管都交代了一些事情，我要回去处理。如果没去处理的话，我礼拜一要去加班的。不好意思，我需要先走了。好啦，下次我来请。好，坐下来，坐下来。但是这时的赤明并不知道上帝正在考验，正要开启他奇妙的人生之旅。过了几年，原本在一切事业和感情上都顺利的赤明，却因为一次同事的陷害而遭到公司开除，而交往多年的女友也因种种。对啊。